没有，是人在为什么要站起来？就是我要跌倒。差不多。我现在比较负面，我现在比较负面一点。你有点负面。老板，你不要这样，老板。现在整个疫情让我整个人非常负面，都不想 po 文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想想非洲，想想非洲。对啊，在非洲十秒就会一分钟过去。没错。可是你们疫情在家不会真的就手机一直丢在旁边吗？为什么要丢在旁边？拿起来玩啊！就是不是一直看手机很累啊？不会，我在玩那个唱歌游戏。你们会玩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有，不会，我是唱歌。都在二之国，你要不要一起来二之国？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们都在二之国、啊，你要不要一起来二之国？你说那个手游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好玩吗？二之国交钱世界。我很讨厌玩会走来走去的，就是打任务的游戏。我跟你讲， oh. 那完蛋了。我登入一次之后我就没登入，因为他那个人会一直走，他会自己帮你走，然后我就傻眼，我想说什么意思？所以他可以自己帮你练脚。对啊，而且他是不是不能改掉、啊？你也可以自己走啊。对啊，可是我说你没有办法直接把外挂拿掉，对不对？现在的手游都是这样啊，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要 Q 那个许少宇进来跟大家分享。对，不然就是针对这个事情，你可以在他的娱乐教室提问，看他会不会。对，可以提问。就是我，他可能会另外再开一集视频来跟大家说这件事情。他上次玩的一个是就是二之国的吗？我看到他的玩很多，我不知道是有一个人，然后他是新开始从新手开始玩那个。应该是你有看到氪金吗？氪金不是氪金還是，那个 Nathan， 你在这边问这个问题有点伤感情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看他的 YT， 只有我看，这样对吗？你这样我也、欸、太过分了吧？但是我有让他在我现在这个直播里面打广告，对，你这样不行，我是真的有在看他的直播、欸，哎，就这样那你有订阅吗？我先讲我没有订阅，我先讲没有订阅。你要不要先秀一下你的 YT， 看你有没有订阅他？好没有哎、欸，好没有。不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在干嘛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画面是许少宇的电脑的荧幕。你说你不知道他那个 YT 直播在干嘛，还是他不知道他的游戏在干嘛？不知道游戏在干嘛哦。所以你不知道游戏在干嘛，所以你不确定这样。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在干嘛、啊，但他如果这样定了，他到时候会把跑一堆就是他在玩电动的东西跑出来、欸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儿子跑起来，就会很阿杂、哦。你们先聊。那没关系。Nate， 你有订阅不务正业吗？当然，完全有，我可以接受给你看。没事。哥，不务正业真的好看。哎、欸、，Nate， 你们不是还有开一间？不是二 D 可废的东西，你之前在那边刷墙的那是什么？哪个？你之前不是有在刷一个墙吗？哦，那个是为了一个业配去拍的啦。好，但我不知道你是说刷哪个墙，因为我今年刷蛮多墙的。哦、oh, ，OK， 对，所以现在讲什么？现在在讲什么？你转行刷墙。在讲我在刷哪一面墙？哦，转职在刷你的家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要刷墙可以找我，我现在很专业。你们要刷那种看起来就是那种粉感的墙，或者是你们要就是泼水上去都不会受影响的墙，这我都可以帮你们做好。那你可以帮我家打扫吗？可以啊，就看时薪看多少钱，大概10000起跳。那可以刷卡吗？我可以带刷卡机去。OK。首先，我们家要先有一面墙。有人说我老婆刚刚是不是入境？可能吧，她刚好看了一下我手机，然后就也去救宝宝。宝宝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宝宝就是睡一睡，有时候奶嘴掉，他会起来哭抓狂。所以剛剛、欸、你现在要几个小时要起来？看他一次，没有，他现在会睡过夜，他现在会睡过夜，只是晚上他会奶嘴掉，然后你要把他塞回去，然后他会挨一下。哦，可是他挨一下早上起床，早上起床还要帮你捶背按摩。
然后把你打醒，把你打醒。那宝宝要装电池？等下，宝宝是跟你睡啊？哦，宝宝不用电池，宝宝现在电量超足的。哦，不用装电池，无线充电。对啊，他现在快充，他有时候15分钟就充饱。不是，宝宝怎么打到你？啊，宝宝打到我啊！我躺在床上，他可以打我脸。不是，我说他跟哦，你们是一起睡啊？对啊，我们一起睡啊。他不会、哦，可能会有些人先澄清一下，可能会有些人不喜欢宝宝跟爸妈一起睡，怕可能会压到，但就就压到，好像没办法澄清什么，我们就是先让他跟我们一起睡。他不会自己乱爬这样吗？会啊，所以我监视器都开着啊，我监视器长这样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是说像鬼入境的那个监视器哦。对啊，丽婴房。不、哦，超像那个鬼入境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这个监视器一开始是看狗，然后看毒蠢有没有偷吃他自己的大便。啊，对。然后你现在看你家的孩子会不会偷吃自己的大便？哦，不会。应该是看他会不会，应该是要看他有没有自己换尿布。对。看他有没有足够氪金。谢以后你们不务正业，现在还会再拍，还有在拍吗？不行啊，我们一出班就群聚了。一出班就罚款。哦，所以就真的也没办法拍哦。对啊，幸好没有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去拍，然后跟我讲我去检举啊。哦，但是你也没钱拿吧？我没有钱拿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跟我讲你们的班表什么时候要拍嘛？嗯嗯嗯。然后我就去现场说要不要检举嘛？然后你们就是威胁他，哦，贿赂你，用威胁的方式，给我10万，我就不检举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三七抽了。哦、那我拿7万嘛，你拿3万嘛。嗯。啊，我没有啊。啊？没有啊。我没有，你是被检举的、啊，你要拿钱，你要缴、欸，你要缴罚款。那你分一点给 Net 吧 ，Net 现在生意这么差。没有，你给我那7万块也没有什么补助，没有补到。哎、欸，然后不用给我。兄弟，你现在这个坑到底有多大？一个月101就30万不是吗？那不止啊，不止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可是你们现在这样子，你们还有营业吗？有啊，有营业啊，就是店还是有营业，就一样要开着啊，还是。就是零星的客人还是会有，那对啊，只能外带这样。可是开着会比关着好吗？但你关了一样要付房租啊，你不能说你不开然后不付房租这样。哎、欸，这讲这些会不会传到101的耳里啊？会不会被干掉、啊？不会吧？不会，真的吗？这个实际的问题啊。对啊，还是你可以传简讯给101。传赖给他说，那个房东就是这阵子疫情的关系，可以请你减租吗？没有办法，就是也开过会了。哦，有开过会，但没有办法。全部的店家都不行，好硬哦。我觉得要哎、欸，很硬啊，太硬啊！哎、欸，大家不可以讲出去哦，这个。好 ，OK， 现在只有楼管电话自己号。500人呢、欸，吓死人哦！直接 at 101，直接 at 101，干完蛋了 ！at 另 at 101，然后置顶。然后在明天新闻就有101没有减租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这样不行啊，那不行，会挂掉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是静默。来，我们是看的朋友们都不要讲出去哦。我们聊聊少羽吧，我们聊聊少羽吧。哎、欸，那燕子，你们要让少羽回来啊？你们要让少羽回来了吧？但他回来势必就要再踢走一个人，为什么？燕子，你先说你法拉那边呢，打个广告。哦，就我们风图现在就是除了法拉以外，我们还有做干洗手，然后有四个颜色，4个味道了，然后有加大容量，就是卖的还可以，所以股东一直同事有一直在赶工在做，然后我这边真的拿到的不多，所以没办法送给大家。你说干洗手？对。你说有四个味道，四个精油的味道，然后就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给大家一点点帮忙，这样。对啊，真的是高成本，然后没有什么在收益，就是有赚一点点，真的是只有赚一点点。嗯，我本来要拿你的法蜡，但是我忘记我放到哪里去了。哦，谢谢陈思安，他说我干洗手超厉害，我们干洗手很香，我们四个味道都超香的。哦，思安哥。
干洗手，干洗手真的很棒，尤其现在这个情况。哎、欸，但我是真的觉得你们的发蜡是真的很好用，很赞啊！我也觉得很赞啊！我有吓到，卖爆啊！在这。然后有人叫我仲贤、啊、哦，表示有看女。你们发蜡不是有上电商吗？有啊，在森田那边卖 C to C， 然后虾皮也有。我真的把它放在里面用，超好用。欸、感谢我现在已经用掉第不知道第几瓶，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用掉太多瓶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都拿免费。有老板，你自己老板，我现在没事没事，我都到我股东的工作室，我就说、欸、我要拿法拉，就走。太扯了，股东看到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啦，可以，因为就、哦、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看不到粉丝的讯息了？你是不是关掉了？没有啊，但是他不见了，欸、我都看不到了。有人问说奶特现在要直播抓头发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抓一下，你不是超会抓头发？然后他现在吗？不是，然后他现在想要睡觉，然后对你洗完澡，你现在就要抓头发？没有啦，我还没有洗澡。可以啊，我现在你抓头发。现在马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这样，谢依红现在可以剃头吗？啊，剃头没有这个规，我们没有卖剃头刀，你就从中间这样剃上剃过去啊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必要剃头刀哦，剃头刀。我想看一下，我想看示范。我跟同事讨论一下，看要不要出一款剃头刀，好可以吗？如果你的然后我只找谢依红业配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要从中间剃哦，要从中间这样，哎、欸。不要说对你不好。欸、多少钱业配？多少钱业配可以让你直播剃头？这业配钱我付。好、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哇，如果哦，你让一个现在疫情有点严峻的那个老板，拮据的老板讲出这句话，他说业配多少钱让你剃头，他出，我直接出。哇，但你跟你讲，你这个业配我一定会下广告。哇，不是，奶特你图什么呢？你。现在疫情，你没有办法图到金钱，我都图一个开心啦。反正我跟你讲，如果卢彦泽他那边真的出剃头刀，我不用钱我就剃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如果他真的出剃头刀，我就是赌不会出剃头刀。我现在就去找一把刀，上面直接写我们公司的名字 42， 然后就带个封图贴上去。没有啊，弄、好不好？不要那种随便弄，好不好？电动的、哦，我叫剃狗吗？可以吗？没有，是卢彦泽出的 ，OK。我等一下我找剃头刀。什么？彦泽你要干嘛？我找剃头刀。我要你公司生产的，你别在那边随便拿一个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通常是这样，公司生产前会有一个样品先给你使用。我看有没有电。欸、有哎、欸，有电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许少要进来，我换他进来好了。我这边有个剃头刀，也有。这个 size 可以吗？这个 size。哎，许少爷要进来，我们先让许少爷进来哦。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。我有剃狗谢勇。我们让哎，罗许许少爷进来，那就是许少爷剃头。哎，直接。哎，他剃头。哎，谁不见了？哎，他这不见了。他也太害怕了吧！哎、欸，都我看不到大家在留什么、欸，完全看不到。你真看不到，直接就把 IG 删了。有了，他就休息了啦。我懂他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搜一下剃头刀，你们先聊。哎、欸，许超，你后面是你家的衣杆吗？我在卖衣服啊。很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超方便的。对啊，就要有一个。你要买吗？要买吗？这些我后面有一个。我觉得我说怎么那么少？因为都搬回衣柜里面了。我不是有发那个，就是我在整理我的衣服，所以都搬走了。回事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许少宇那个收讯烂到。许少宇讲什么？你这样怎么可以？不是你的收音很烂。你的麦要不要调一下？哦，那我戴耳机嘛，好不好？你会磨麦、欸？不是，为什么你这样可以打电动不会累个，然后直播会累个？你也知道电动是我的爱啊。我、欸、所以你电动那个是在玩什么？
啊？你电动那个是在玩什么？二之国啊，那就是玩，就是怎么讲？就是玩你要花多少台币这样？没有台币啊？玩新台币啊？哦，就是要氪就对了，一定要打 DK。我先讲为什么我玩二之国，因为我喜欢宫崎骏。你应该说你喜欢吉卜力的风格，你应该说你喜欢吉卜力的风格。然后我喜欢吉卜力的画风。对对对，你喜欢他哪个作品？千寻啊，千寻，千寻。哦哦，你是喜欢千寻还是喜欢神隐少女？神隐少女，神隐少女里面的。哦、OK。想说里面的汤婆婆，对对，所以他出这个游戏我就一定玩，对啊，哦，所以他是有故事剧情的，他是那个画家叫什么？宫崎骏画的吗？不是，他是吉卜力工作室，应该是有授权，因为是90让他们做的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90让超屌哎，90让是什么意思？90让就是宫崎骏的系列电影的配乐大师。这有人不知道90让怎么活到现在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90让的牛排，我不知道90让的人。90让牛排是什么？那你提了一个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的东西，90让牛排是什么？90盎司的牛排啊？哦，九，他说的90让是那个一个日本人哦，一个日本的一个大师，对。對啊、配乐大师，听他说90盎司，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哦、不是，为什么他又离开了？还有一个12盎司，6盎司我也可以。哦，他要变清楚了，他要变清楚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没有变清楚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嗯，你再多说一些，这样我手机手就要拿着了。因为我刚刚是放着，但戴耳机手就要拿着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帅哦！谢谢谢谢谢谢。上次见到你们是什么时候？唱歌吧，是吧？你上次见到我应该比较近哦，你应该最近啊，最近有看到我去你工作室拍那个法拉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看过你啊？哦，去二D cafe 那次啊。哦，那超久的嘞，101，去年十月了。那你现在在？所以现在还会卡吗？超卡，你刚超卡，就是跟你讲话会有一个时间差。那是假的啦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不要用太多复杂的滤镜。对，然后有人刚刚说你应该先氪你的网速。对啊，我觉得超坏的。先氪网速，这句话超坏的。你网速氪多少？你先讲。我网速是便宜的、啊，很便宜。你氪金氪这么多，你基本网路不先氪起来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逻辑？那个比例失衡的很严重、欸、对啊，就好，我错了。我错，不是你看你王玉祥玩绿军都没在卡，可以磕到个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样会卡吗？不会啊，你动超顺的、啊。你的手怎么那么顺啊？那你要不要玩一下？你开同一个滤镜，然后你也用那个手。哦，那我们就直接宕机，大家晚安这样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的也是顺的啊。对啊，为什么你叫面包？我的是有律动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们也用这个滤镜？你觉得有四个这样子？我好像没有这个滤镜哎，这样粉丝会不会眼睛花掉？这个滤镜在哪里啊？我好像没有这个、欸。它就是它的滤镜，就是一堆这个最右边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我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我觉得你刚刚那不错、啊，sorry 咯，我没有这个哦，好吧，现在是玩滤镜的时间 是不是？
就是一个不知道要聊什么的时候就玩。还是我们还玩那个嗨歌抢唱？哎、欸，我有在玩那个、欸，哎、欸，那好玩哎、欸，那好玩哎、欸，好玩好玩。你是用 WePlay 玩吗？玩，一开始是用 WePlay， 后来我就用全民 Party， 因为全民 Party 比较好啊。这为什么？他那个因为 WePlay 那个什么导唱很不标准啊。哦，就是他，因为他没有版权吧，然后他都找那个找就是那个民众唱的那一种，要断掉了。这是复仇者联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又当掉了，还是这样？很酷哎、欸，你那个滤镜很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又当机哦，高兴什么？不啦。哎、欸，他当机之后，我完全看得到退出嘞。哎、欸，把那个剃头拉回来。剃头的。剃头说明已经退出这个直播了、啊，他说明没在看了、啊。全民 Party 的评分，我有燕柔中了，只是他刚刚就是拒绝我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回来了、哦，我们已经、哎、我们已经开发完那个剃头刀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啊、你要剃了吗？ Okay. 我刚才倒了一杯水，就是要淋在头发上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那个防疫剃刀。直接就剃了。我现在从右边给你，然后你要从，我从左边给你，从右边拿。防疫光剃光剃头是不是？光剃头，就是避免头发长得越来越长。哦，真的，我觉得太长了。我不要，我也要去剪，真的。而且没有洗到你好顺哦。你问大家要不要看你光头，或是会不会觉得你光头比较帅？因为大家的觉得比较准。没有这种可能性啦！哎、欸，真的啊，如果真的粉丝都觉得你光头比较帅的话，那真的我是觉得真的要考虑。对啊，好不好？这个议题已经吵了四年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那时候二十出头，现在都已经三十了，我觉得被吵到给你三十啊，吵到大家就是老了吧？老了。大家都愿意啦，你看，欸、有人说想看刘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谁刘长？那个也抓去剃一下。这个梗玩四年，你还在玩？哇！不是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找我们来直播人，然后一直消失，然后网速很卡，然后我们还要在上面玩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耶，欸，他这样，他还要当直播主，我真的是看不懂。哦，所以他的直播都是这样吗？他的 YT 直播都是这样吗？欸、你知道，你知道开直播的时候，从到人都不在，一直离开这样，然后就是我非要请各位订阅我的 YouTube。他的直播是他的画面是他的电脑的画面，就是你看不到许绍宇这个人。不是啊，旁边应该会有一个小框框吧？就是比如说这边会有一个框框。还没啊，他好像没有弄这个。哦，他没有进阶。要一些设备还是怎么样吧？绿幕要有个，好像要有个绿幕在后面，是不是？还是现在不用？应该是有一个系统可以让，就是另外一个镜头拍他的脸，然后可以直接在这边，因为实况组不是都这样吗？对啊，就是会有一个人在后面这样。对啊，可是他没有。对他没有。对，他想开就开。对啊，像因为我有时候会看阿杰啊，就是那个上面不要看的阿杰。IJ，他就是有时候玩游戏旁边就也有他自己的大头这样。哦，对，那个好像要一个软体，我记得是要一个软体。他好像想要让大家关注在他玩游戏的技术，而不是他的脸。OK， 懂。哦，那你这样讲，我懂了，可以可以，这个理可以接受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之前的脸，所以他你之前跟他玩过游戏，他许绍宇真的很强吗？真的蛮强的、欸，是真的氪起来很强，技术好还是氪金好？就是人家会，比如说人家会去分析股票嘛，他会分析游戏。哦，对，这、欸、这真的会，这真的会。比如说出了一个氪金礼包，他会去分析哪一个比较超值。对，就是就氪就对了。我觉得他这方面的那个工作氪的非常足够 ，CP 值高 ，CP 值高的氪。嗯，氪金礼包他才会氪，对，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
玩游戏这件事完全大大的超越了演技的部分。哪一个比较好超越？所以没有，我觉得他把他所有的人生天赋都点在游戏上。氪金术师，对，没错，算蛮专业的啊，专业课长，厉害厉害厉害。那这样每个游戏都氪，还有可以赚钱吗？就是这点很厉害，就是他为什么所有游戏他都可以氪金，然后还活得下去，这厉害啊！这是他人生目标，就很强哎、欸。他上次不是分享他 IG 很多人在很多游戏他都玩过，然后很多游戏他都有氪过、欸。你们不知道少宇是富二代啊？哦，原来是因为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想出来了。哦，对，我看很多，我觉得不会说他老家在台南有好几栋房子。哦，理解理解理解，懂懂懂懂懂。少宇缺不缺？缺不缺男朋友啊？我是有空啦。你说你男朋友位置有空，但女朋友位置有空这样吗？对，有空。看可不可以接受一下？哎，这现在四个荧幕里面有订阅许绍宇，不是有看过许绍宇的人的直播人，就是我。没有。哎，谢宏应该有看过吧、啊？哎，我有参与过啦，我有参与过他那个《灌篮高手》的直播。哦，你有在里面跟他一起直播？有，就是可是我没有直播，他只我人在游戏里。我人在游戏里就对了、哦、对，他们会、哦、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就是杨茂，你为什么要在铁卷门前面直播？因为现在他们关在家门外。等一下，安，你这样还没戴口罩不行啊？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吗？那个是铁卷门，那不是铁卷门吧？摩托车算吗？真的啊？真的啊？你现在睡在车库哦？对啊，所以那个到底是不是铁卷门？非常时期还好吧，很正常吧？我觉得很 OK， 我觉得很合理。还是你是被你是被隔离，然后被你爸关在铁卷门里面？很合理啊！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，随身带着榔头是件很合理……对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有一个屋檐就好了、啊，再加个铁卷门 ，OK 吧？Okay 啊、所以你现在是在门外还是门内？两边都通没差吧？如果在门外的话不行，要戴口罩。哦，对，要戴口罩。对啊，但通常睡车库这个感觉是彦泽啊，不会是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被老婆赶去睡车库。哦，那是另外一种家庭剧的问题。哦，另外一种，你这种是自愿性的，自愿性睡车库。对啊，还有吧，我也到睡车库哎、欸。不行的、啊，燕子有被赶出去过，是不是？睡车库我还要再租一个停车位。再租，你不是原本的车位要停车？停车位满，我租不到位置。你可以趴在车顶上啊。没有，就是车子是车子的睡觉空间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不能干扰车子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不能睡在放在停车位的车子的车子的里面。陈山说话了啦，他说那不是他买的铁卷门吗？因为我记得你们家没有铁卷门啊，他帮你买一个嘛，对不对？铁卷门讲的好像去个这一个故事，因为有一次陈山好像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有去。就是借住一下梦莹的家，哦，他然后发现车子停进去之后没办法好好保护，所以他就帮他买一个铁卷门。哦，还有吧，一个铁卷门，一个铁卷门大概在价位在6到10万左右。嗯，哎 ，OK 吧？我想看一下那个铁卷门的开关。铁卷门手动的，我好久没有看那个三角，按一个那个框框，然后按下面的三角形。还有一个那个，还有一个那个可以。我家铁卷门是手动的。哦，你们家是拉铁链是不是？就是手推的啊。
我天生神力可以打开门，好轻薄哦！你们铁卷门好软哦，是新材质，新偏软的。我现在打电话，请拉拉木送个铁卷门过来，他就会送过来。对啊，会。你问，你问陈思然，OK 吧？果然，贫穷限制了想象，这个真的是很糟糕。然后刚刚有粉丝说梦玲的车子的 logo 回来了没？这个就是又另外一个故事。嗯，他 logo 为什么会不见呢？就是因为那时候铁线门还没有来，所以我先换铁线门，然后再换车子的 logo。可以，亡羊补牢。但这造成他的一些心理的伤害。他到现在睡在车库，就是因为他怕他车子的某个部位又被偷走。就算有铁的车子很正常吧。爱车啦，就是爱车人士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很合理啊。啊、一定要盯着吧。对，你的 logo 不是可以被人家拿去当碗吗？就为什么？那你的 logo 不是可以变，就是那个碗可以放三个菜这样？哎、欸，只有一个 okay, 只有一个普通的车子可以这样放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？不是，只有一个。他你要这样算，应该是四个吧？没有啦，是三个菜啦。妈，现在在拆 logo 是不是？对啊，三菜的是三个菜的，三菜一汤。三菜一汤是还有蓝色和白色的那个，你说四个菜的是蓝色和白色。哇，对，三个菜的就是这样而已啊。粉丝们听懂我们到底在讲什么？哦，你现在的车是四个菜没错啦。对啊，可以啦。嗯，对啊 ，OK 啦 ，OK 啦 ，OK。对啊，到底是谁要偷车的 logo？ 我真的是笑死、欸。我你改天小心你的车库。反正你家住很近啊。欸、等一下我找一下，可能在我家。你说你回家的时候先把那个 logo 拔起来，然后晚上出门要出门的时候再把它装回去。没有，我找一下，我上次就经过一个，我上次经过一排房子，然后有一间房子就是刚好没有铁卷门，我就把那个 logo 拿出来。我都专门喜欢拔那种是立体的，那种不能装菜。然后你又拔过人家的 logo， 就是喜欢这样拔一下，拔起来。那然后杨梦玲的 logo 吗？没有啊，你上次不是叫我放在你车上？你说你要、啊？那车上就粘了很多一只一只的那种 logo。我今天回家发现我儿子有一个新玩具，我想借你的去你 logo。应该不是什么十八禁的，不是，它是一个玩具。我今天回家的时候看到它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哎、欸，他是并不觉得他会喜欢，并不觉得。这样脸超屌的、欸，你有没有这样？键盘上面卡通的独角兽的脸呢、欸？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个你这车子车子。等，你确定是你儿子的玩具？对啊。杨梦玲，你要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因为我今天看到他，我也有点惊呆了。这长得一模一样哎、欸！哦，不是，等等，我老婆说话。他的功用是这个。啊，哒啦，他是用来偷窥。哎、欸，这样你知道这样小朋友会有阴影，因为你拿来的时候他是长这样，就把那个圈圈拿起来的时候，发现他脖子太长。小朋友都很纯洁的、啊，他们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只有我们这一群北蓝人才会这样。对，我只是问一下，那是玩什么？是套，就是练习啊，就是你去夜市嘛，50块他给你一桶嘛。哦，啊 ，no， 是让孩子练习一些多元发展他的，比如说手部动作啊，然后一些逻辑啊，一些概念啊，对对对，手部动作，我懂。Something like it。哎，你那个独角兽可以推荐给我，我觉得我们的店你要装在你的车上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我们店也可以用啊，我们有一间独角兽。哎，对啊，哦、对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独角兽很像那个独角兽、欸，哎，很像啊。有点像哎、欸，你也可以放在给，我会放在椅子上。你可以放在那边给客人套圈圈啊。哦，是吗？
我觉得 Nate 的话中带话，他说他要放在椅子上。我每个椅子会放一个，但要加钱。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开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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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是说阿中放在椅子上嘛。我们阿中部长说禁止人与人的连接。对，你说放在椅子上，就比如说我坐的椅子是这样，然后他就放嘛？不是啦，放在椅子的那个椅背的上面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可爱。哎，燕子，你坐上去，燕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、哦。我以为是这样放在椅子上。没有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坐上去，然后就这样。那你那这样要怎么做？你做一次给我看。燕子，你坐上去。付钱啊！付费解锁是不是？付费解锁是不是？杨梦，你笑到黑掉。你们知道才刚过十二点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就是因为十二点，所以就开始了另外一个话题。我觉得还不错。在玩。嗯，许少宇是不是不见了？许少宇在，许少宇嘞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该让直播，然后发现他在里面的嘛。该让许少宇回来，他就买那个玩具了吧？必须啊。有要叫许少宇回来吗？可以让他回来，可以让他回来。好、啊，我想看一下你们再累个一次。来啊，我先退，我先退。我最近在家里就一直在那个训练狗，哎，有训练出什么心得吗？就跟他们玩的时间变长，然后帮他们剪指甲、剃毛，好累哦。那我可以把他们送去你们家剪吗？我怕他回去的时候整只手都不见了。因为最近 Lumi 都觉得我冷落他，因为我都在抱我小孩。哦，一定的啊。欸、他们对小孩是什么反应啊？我很好奇。Lumi 会逃啊，因为我儿子会抓他。会逃？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儿子现在不会就是节制他的力道，他有时候抓有没有？他会这样，就是直接把他毛这样抱抓，就是这样抓。啊，然后 Lumi 就会叫，然后上次我老婆在场，然后他就看到就我儿子直接抓 Lumi 的鸡鸡，然后就这样抓了按下去，然后抓鸡鸡，然后就跑掉。所以现在 Lumi 看到 Fin 他会跑，他会闪。还好我家的都没有，你家没有鸡鸡是不是？对，你家都没有鸡鸡，对。我说我家两个。哎、欸，那条去哪里了？Nate 要看我们那个，哦，真的哦，对，你进来我们就那个。哎、欸、，Maggie 姐来嘞、欸，哦，我现在有那个吗？我现在还有那个吗？感觉还好啦，时候还未到而已。哦、OK， 你现在画面是有点糊啦。啊，真假的啦，又糊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又用电脑？不知道在玩什么游戏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解任务啊，放着。等下，我们是不是刚聊到哪里？努、欸、米看一下，欢欢，哎、欸，不是西西耶。Maggie 姐 ，Maggie 姐问你 ，Maggie 姐，我们那个要出了吗？哪个？你们的什么？没有，就之前那个跟蜜岛拍的那首歌吗 ？MV 对啊。哦、oh. ，你是不是自己心虚想偷笑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看起来很想偷笑。没有，好不好？那你的 YT 频道配乐会是你那首歌吗？我不能发吧，那个应该是蜜姐要发，蜜岛要发、哦，我不能发。对啊，你可以问问看啊。嗯，不行啦。而且你的终极目标不就是当个歌手？会不会听到的时候你会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买下来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终极目标是当歌手？我应该买不起吧？不对啊，不行吗？你说你要买歌手？瞧不起我当歌手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当个，那你想要先唱吗？所以他才会来 PK 啊。你现在直接唱啊 ，PK 嗨歌抢唱，录音室要瞧 ，OK。所以是快了吗？哇，你要录音哦？没有啦，他说那个 MV 啦。你有没有 MV 一波三折？你都抢唱，你都唱什么歌？其实很多歌都不会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人点春，
是不是已经有代沟了？我们是不是跟年轻人已经有代沟了？对啊，很多歌都不会。我都会啊，我超年轻。那 你听过最年轻的歌是什么歌？摩伊斗吧。最年轻的歌摩伊斗是周杰伦的吗？有一首歌叫什么？你的微博很多辣妹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就，你知道我说啥？我刚好在念用，你的微博有很多辣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应该有粉丝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回应啊。他们会有点延迟嘛？等他们一下。我是很久没更新我的歌单了。我也是、啊。最新的歌单就是陈势安的，哎、欸，对，哦，对，他哦，苏白的笑容，哦，燕如中好像都还蛮年轻的，他蛮 follow 时事的，对对，年轻的心啊，是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，这是一首歌啊，歌名啊，歌词，歌词的一首歌啊，我们都一起唱不是吗？是在每次去 KTV， 每次去 KTV 都逼我跟你唱。还有一首最新的，什么？天后都哦对，最新的最新的 OK， 对不对？最新的最新的，遗失的灵魂，我们都伤，那个很好听哎、欸。H 4的那歌啊，嗯，没有人敢唱。许帅不知道当歌手，他可以唱啊。我唱啊，我还没有练好，还没练好啦。有时候没练好，你还没有学会走，就要先学会跑。是不是好，这是来自于哪一个歌词？哦，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你还没有学会走，就要先学会飞。这是哪一个？雷神讲的。雷神索尔他爸爸。啊。来，先飞来飞去的吗？剑红是谁说的？因为学会走就要学会飞。哎，谁？分手谁？谁？啊？谁？谁？居然不知道？谁？不知道？你居然不知道？谁？提示。跟不能是提示太明显了。我们现在好像又不知道要聊什么嘞。这太明显，提示太明显了。对啊，我们请燕柔中分享一下他的歌单好了。哦，对啊，高瑞都唱什么歌？啊？到底是谁？你真的想不到？嗯，你就想谁会飞就好了、啊。哦，分手放手是周雨天的啦。啊、雷神索尔会飞啊？超人哦。我发现大家都跟我们。聊的话题好像不太一样。钢猎人哦，钢猎人哦。对，燕哲在讲自己的，然后他们这边在钢铁人。对对对，我在回答、啊。燕哲在那歌词。对对对，钢铁人在网友的留言。他在做好钢铁装的时候，他跟贾维斯说的。贾维斯说：“我们的系统还在测试中。”他说：“有时候，他说飞行系统还在测试中。”他说：“有时候在走之前就要先学会飞。”OK， 谢谢、哦、下一位。哦 ，OK，OK，OK。对不起， okay, okay, okay. 我钢铁人看的不够认真，我的错。真的。对啊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台词基本要背的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看过一个戏，然后台词不背合理吗？真的，我等一下再把钢铁人看一遍。对啊，回去再看一遍好不好？我很抱歉。你后面交个三万几个，好不好？我很抱歉。改进一下。好，你果然是钢铁人脑粉啊！所以才会住在铁卷门里面。你该不会在打到自己的钢铁铠甲？我傻眼哎、欸！啊？你该不会在做自己的钢铁铠甲？我傻眼哎、欸！我以为大家都不是下面那个那边震动是怎样？啊？我是不是跳舞啊？你是不是在跳舞？Put your hands up, yeah.我们是不是该结束了？十二点多了。对啊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哇！大家可以对。我觉得看到他跳舞就差不多了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好像还没有在游戏里面遇到谢依红。
欸，没有吗？你都什么时候玩？为什么我都遇不到？我都遇不到你。因为大部分都在挂机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背剧本，然后线上演戏这样。没有，那只演过一集而已。那还会有吗？还会继续？不知道哎，看三立那边的安排。还是他们会觉得你演不好，然后你就没有再办法再演下一次？白痴哦，通常这个不会跟我讲啊。哦，对，演不好不会跟你讲。哦，你说下一次没有找你就知道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觉得一定不会找许绍宇，因为他会一直变圈圈。哎，对啊，许绍宇卡了。对啊，他的网络完全没有。哎，他现在是慢动作哎。真的，好猥琐。哎、欸，他现在会慢动作 DJ 哎、欸，好猥琐哦！他一直在露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。不，我觉得许绍宇现在是打码的状态。对啊。是要马赛克吗？没有，你现在是马赛克，你现在马赛克。你刚刚就一直这样啊！不是，你现在脸是马赛克。嗯。你对你自己有误会。好了，那我们直播到这边结束了。OK。要突然结束吗？突然结束啊！突然结束，下不要悬念，就这样。啊，去顾小孩。不，他一直累个，我觉得这主球人，我觉得是网络再来。你网络先生，你网络升级，我们再相约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你网络升级，我们再约。打游戏不是很正常吗？然后梦里去做你的钢铁装，拜拜。没，许少爷根本听不到我们讲话，我们就直接关掉就好了。我听得到啊，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对，跟大家 say goodbye， 谢谢大家，疫情期间请 stay safe 好不好 ？OK， 待在家，然后端午节不要返乡，对，因为你不确定你是不是无症状带源者，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耍废，就好好待在家。对啊，对，然后还是很多人返乡哎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，OK， 拜。我这关应该大家都直接走了啦，拜。拜拜。